他发在反在哪里？还是发在几个？就是。哎呀，这是非常我们这个皮子都是手擀皮，手擀的，吃起来皮子很劲道的。差不多尼泊尔那边一样啊。啊？你们那边？尼泊尔，尼泊尔，尼泊尔。你们那边也吃这个面食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那边没有。他不会吃这个面食。我们这个是面食。我们有的，但是不是这样的，很小很小的。很小很小。你说的是馄饨？对，不一样的。我们中国人叫馄饨。对，你放里面嘛，我看看里面你怎么放的。包一个，阿姨，包一个。包一个，给他看一下。啊。看一下，阿姨，包一个。我看一下，嗯。好。老板，你别到时候又去做生意哦。哇塞，这个是很简单。你到你们土耳其也发展发展这个业务。哦，带个啥饺子的？你我带你过去，你是生意啊？可以的呀，没有问题呀。你又没有亲爱的？你又没有亲爱的？嗯，我没有亲爱的。你没有亲爱的，我帮你叫一个亲爱的，土耳其的亲爱的，好不好？好呀，可以的，没得问题。啊，没问题就 OK 了。嗯，OK 了啊，玩得开心一点啊。慢点啊！好，拜拜，拜拜。